我今天是2021年7月9号晚上大概快10点，然后我们在乌来老街附近的水里，然后是我们刚刚抓的虾子跟一些鱼，我们等一下都会放生，然后也看一看这样，然后鱼都很漂亮，跑了不少鱼，然后逃了很多条，就是他们都顺着脚步，然后就逃狱成功，但没有死，因为旁边就是水。他们就直接走，虾子这次多得很有趣，然后各种各式各样的虾苗都在角落，对啊，他们会卡在那个缝，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安全感吧，那边比较安全，多啊，让我想到那个张大千的作品，1000只虾，没有，就没那么多，这大概才20只、20-30只。可是现在这次比较下游一点，抓的蛮多，稍微大一点。找一只最大只的、啊，来一只出来，最大只自己站出来，干什么你？干嘛休息啊你？听说绿色的是母虾，是啊。哎哎哎，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样讲，等一下就有人反驳。这反驳很好、啊。但是虾子。哦这是虾臂、欸，快点夹我的手哦！手臂比较，它有什么比较特别的？好像就没有了，都差不多。其他都是小兵。刚刚你拿起来就只鱼，这次应该是捞到的那一只吧？捞到了，意外捞到的，有点像鲤鱼啦，但是它的嘴很像鲤鱼。哎呀，可是因为有点瘦，而且它有点斑，可能是有混到。应该是混到，蛮可爱的、啊。你看它有点胡须有没有？它有点小胡须。不咯。来，放掉。放灯画面，等一下，我戴个头灯，好，我拿在手上，应该比较好用。有点光。好，证明我们有放灯哦，不是自己吃啊，来啊。哦。有点难拿。普度众生，这我们也是我们抓的啦，有什么鬼啊？来啊，回归大自然！果然是他第一个先跑走，鱼都比较多成一坨，还蛮恶心的。一只，哎呦，不走一点，不爱我们，不会害羞。啊，我们他们不应该放在急流区吗？他们也会在急流区啊，这次还好。那给大家配合一下夜景，我基本上看不清楚，就配合一下。哦，转圈圈，应该是看得出来。关。